不好吃吗？不好吃，阿静讲不好吃。他标哪边的标志？然后标哪边？看一下，本来每天都有开是吗？啊，没有，没有啊。啊，一点关了。一点关？你要去哪里？你要去酒店是吗？在酒店。哦，这样可以啊，这样我们跟你 OK 可以遇到。给口啊。一二啊，咁。OK， 仲未得，好乱。哎，啊 ，hello， 喺呢度啊！我以为我哋自己 call 车过去。你坐啦，坐。Hello， 我在这里。因为我脚比较长，所以我只能坐这里。Thank you。新加坡人来这里买电了。他们聪明的嘛，他买之后哦，就拿来做那些 NB。哦，我还以为新加坡人赚新币就够了。没有啊，他跑了那边的布置啊。你看这个菩萨岛哦。对，这个他那天拍到有七只狗在上面。七只什么？狗在。有飞上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是渔夫啊。你看啊，这个前面那边，你看如果它的水没有这样深的话的话，那它可以走路走上去那边的。所以是说狗走上去退潮的时候啦，退潮它就可以过去咯。对对对。啊，退潮狗会过去走去塔上面。我们怀疑是那个渔船的。然后那一条路走出来啦。所以狗是爬上去那边，所以那个有两只狗啊。他们现在不在那边，你看有三个。可是那狗吃什么呢？啊，他们有时会丢东西上去的。哦。这就不知大三角，对对对，他会假笑，很讨厌，你知道吗？不要跟他讲，讨厌他。这个有点厉害，有点厉害。这个古今看不到嘞，这古今看不到，这没有这种煮法。哦，嗨，看他们的反应。我要一个白饭，一个白饭。这个好像不错嘞。我来看一下，没有古今看过没看过这道。试试看啊，试试看。看有没有烟，没有烟就飞了。有吗？有一点点，好像。一点点不了。哇，很脆啊喂。哎呦 ，OK， 中间有，肉的感觉 ，OK 了。这是什么东西？可以，所以是要拆开中间是吗？你要切开，你切开，谁会切？来切，你从上面看。OK， 我从上面来。鸟瞰图。哇，这
可以哦，八八声咁样喂。哦哟，这个名声完蛋了咯，看到。好，我看他们的反应。哎，这个整个是菜的。要有人帮你们切开，讲切，谁来切？没有，他妈妈不切。他帮你切呗。不是，里面没有人帮我切。蒜角的味道。OK。你要把那个面捞起来才好看的。好好好。所以这是大三角的面。啊，看到吗？哇，是安定那里可以可以。哇，安定。每次有烟有烟，颜色像那个，好像它那种那个面。哦，有辣椒太多。该是一锅的。不是。所以是猪还是鸡？里面一只鸡。所以外面是猪，里面是鸡。猪肚啊。还可以 video， 可以 video。我是想刚才想讲，需要开吗？还是什么需要开啊？我开啊，老师来。要写二十二 ribbon， 这个我从上面拍，对，上面拍。哦，哇，所以外面是猪的。里面是鸡，哇哇！怎么他缝回去了哈？哇！你以为是韩国的 Sister Jolie？ 他已经有切过那只纹身恶魔，没有？印尼，还有他自己的一个储水箱，这个是空中花园的概念。可以来放进去哈、啊。可以可以。包到很密的，看不到里面。要墙上它的颜色，颜色很假嘞。哇，颜色很假。颜色很假。这些鱼要 charge 电才能 charge。是要假的是吗？不是假，真的吗？怎么有这样颜色的鱼？当初应该打通的。上面是露台吗？露台，很大的露台。我当初。有打通没？有打通，我就把它围起来。然后那边做成半施工的，就放到这里。但是当初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嘛，只是我们两个人。好了，三七桌可以。坐到了，坐到了。可以，可以。没有了，妈妈，这是姐，坐了，这个心墙就是更高了。那你的比较，我大哥一定还活着嘞，一定来救我的，这自己怎么了？back 比较清楚吗？ back 比较相机比较好一点点。妈妈。虽然不是很确定什么菜啊，豆蔻还不错。我是大八个了，都是大八个，不然没有人会注意到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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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帽子，戴帽子，那就这样，笑笑，笑笑，嗨，你讲笑，他怕吃，请他怕的时候，他知道，他就知道，进入了，对。我们出去环节的时候，时间有点久远。哦，所以我们出的时候，那边有朋友说，他是的，省车就直接看到什么就退换掉，就直接看，或者他的机器是有 QR code。榴莲王朝。多啲羹啊！都唔少人噶啦。我要拍一下，要拍一下，对。拍一下它的植物。berapa tahun lah? Dulu itu taksi di sini lah, bawah sini adalah dulu. Kai, pilih satu. Kami hanya tinggal di Julian Street, nama di sini. Ada banyak tempat untuk lihat. Di sini, di tempat ini, saya rasa rasa itu sangat tradisional. Rasa di udara juga seperti itu. Rasa seperti kembali ke masa kecil, rasa kota yang lama. Rasa seperti warna bintang. Rasa seperti warna bintang. Rasa seperti warna bintang. Rasa seperti warna看一下，你们先行，可以走进旁边。不然的话，这里附近是有很多，好像已经满了，感觉上。或者你们先行，已经满了，已经满了，已经满了。还蛮特别的，你看老板，不错，这个还不错。Do you have seat for five or six? For Lee, I think.我揪那个，就一直揪他。Oh,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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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揪他出来，他不出来的。哦，他不在，他不在吉隆坡吗？你的 Starbucks 什么问题？不是，我是因为喜欢这个瓶子，因为这是我上海才出品的这一款。拍我拍。哇！哈哈哈！精心设计的，对，这是牛奶，就是刚刚我早上才做的 ，Steam Milk。就是取气，它密度会比较密，跟一般牛奶会来的比较浓。这个里面是牛奶吗？牛奶的，壁画街吗？这样肯定要走过去啊。它就是在那个单车，骑单车。啊，骑单车，对，这是其中一个壁画街。行过去睇下啦，都嚟咗啦，行过去啦。那我们走过去看啦，壁画街。本地人，之前是来本地的。哦，我看不出是哪里的。这个很多很多。这个雪糕咯。好啊好啊。顺便买下佢哋摇头咩嘢。
好，哇哦，哇哦，所以这一条吗？是印度线？啊，很多条。这几条都是印度线。哦。但是我听到那种走啦，然后不了去那会，我就等在那个飞机底下去，就我有一个。应该是豆腐，先来炸豆腐，来炸豆腐吧。哇，好，可以不？上去到上面有几个和尚是坐在旁边是店家啊，就坐着等人家布施那个，然后不知道是有些和尚会开钱，有些是直接摆的，就是。真的有，或者去珠海的时候，我爸爸去捕鱼的时候，他们就拿一个东西就丢进去，然后螃蟹跑进去类似。嗯，可是我没有 expect 那是珠海种大岩石。然后我家老家就很多民族嘛，因为我家是。行了行了，我迎你行了。
快点，好龙岛来的。这应该是你刚刚点的是吗？就是这个吗？踩了踩了。炸油条。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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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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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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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哈哈。哎呀！妈！该会偷笑笑，笑得要死，知道吗？下面。有点痛吗？啊，麻就有了。他可能要吃那个小鱼，要去哪里呢？我们明天才飞。飞去哪里了？现在刚回来，我们整出去整天了吗？哦哦。哇。对。要进去来，要进去。要进去。太搞笑了。哎呀，还要忙。啊，后面那两只吗？啊。OK 了，好了，拜拜。好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乌拉。啊，那边的纯纯的呀，就是班级班级呀，纯纯的呀，那边纯纯的，那个美食街没有开，就只能来买寿司了。如果没得吃，那宵夜就吃啲咁嘅嘢咯，同埋泡面。Forest Cloud. Hello，Hello， 你美一下。就是 DJ 那把我开始。然后我是负责马丁。马丁。对对对，因为我有的。深圳州马店。下面看一下，哇，来，这个嘉宾，哇，萝卜是吧？你要吃什么？来，你看这里。啊 ，OK。这蛮特别的，朱家朱什么朱朱家计量茶档，啊，我唔知道我哋去边度而家。啊，好好 ，Hello，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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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真的很传统哦。哇！
这什么？我不懂。你刚刚说有宠物店吗？我就以为看到东西。应该是卖植物的，卖植物的。应该是卖植物吧。还是他自己的收藏啊？应该自己收藏。可以啊。嗯。车车车，小心。做个美豆还要做，我搞了个美豆，红红。啊？车站啊，这干么嘢？沿海。